小林夕，我到底是中了多大的运，才让我碰到你？怎么突然说这些？嗯，林夕，一年了，你是怎么想到这个惊喜的？ 离你公司近，这样你就不用睡在公司了，实习也能方便一点。那我这样算不算沾了你的光啊？我可是有你卖身契的人，你自觉一点。欠太多了，还不清了。 你做了那么多，我有什么能为你做的吗？你就好好赚钱，然后给我还债，最后。 最后再把天上的星星买下来送给我。天上的星星吗？我记住了。你紧张吗？ 你洗的冷水澡啊？你怎么知道？因为你身上没热气啊。